接下来未来一周的天气的话，将会有两波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地区。第一波从昨天开始增强之后，会持续影响到下周二。那到周三短暂减弱之后，到周四会有锋面通过，紧接着会有第二波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地区。那首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话，今天的卫星云图。那今天的话说，东北季风影响的话，在桃园以北跟宜兰还有花东这边，目前来看云量上是比较偏多一点。那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比较属于晴到多云的天气。那配合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，目前主要降雨地区主要是分布在基隆北岸跟宜兰这边的话，还有东北角这边雨势上是比较持续一点。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天气。那所以就整个今天的天气来看的话，在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之下，迎风面的水系比较多一点，主要的降雨区主要是分布在基隆北岸跟东北部地区这两个地方的话，雨势上是比较明显而比较持续，那累积起来的量有机会来到大雨甚至是豪雨的一个等级。那至于在桃园以北跟花东的话，也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，不过相对来说比较局部比较短暂一点。那至于新竹以南的话，大致上今天是维持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。那就温度来看的话，今天的话在桃园以北跟宜兰这边白天的话，整天的温度上是稍微比较感受上是比较稍微比较湿凉一点，高温的部分大概只有23度左右，所以整天的温度大概是介于21到23，整天都是比较偏湿凉。至于竹苗跟花东的话，今天白天的高温还是有到26到29，那中南部的话今天的高温可以到31度，所以今天的话南北之间的温差是比较大一点的。